干嘛呢你？昨晚上又加班了？这个策划案啊，老大那边没通过，再修改一下。策划案？嗯。什么策划案？云计划那客户啊，做意识服务器那个。行。我再改改。好。别做梦了啊！醒过来。特殊方式向你传达信息，请立即醒过来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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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云点，你终于醒了。哎，袁先生，你啊，先别着急动。哎，你这躺了半年了，这个身体啊，得慢慢恢复。来，您先让一下，我给他做个检查。看来呀，这脑电波通讯仪的确有效，他呀已经恢复意识了。那先这样，我们安排他做一个全面检查，你给我出来，再对他后面的康复治疗做一下沟通。
好，我和医生说完，马上回来。请立刻醒过来！如果你收到这条信息，请立刻醒过来！